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man。今天继续我们的深海大猎杀。上一集呢，我们呢成功让我们的海盗蟹拿到他的帽子以及他的刀了哈。那这次呢，老头想要先玩一下这只虾子。那我看过上一集的留言了，有很多观众说呢，老头这只叫做皮皮虾哦。为什么叫皮皮虾呢？其实我也不知道。那么呢，今天就稍微来玩看看皮皮虾哦。那他的这个能力呢？好像是某一个攻击可以蓄气，可以造成300%的伤害吧？听说这只皮皮虾攻击力真的很高啊，不知道真的假的啊。总而言之，待会我们来试玩一下。然后呢，下一集呢，老头应该会玩这只螃蟹。据说呢，练到30级可以召唤我们的螃蟹王。但是呢，我怎么看感觉好像它下面是写等级死呢？他是说等级死呢，不是30级呢？哦，没关系，反正呢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们现在开始玩这只虾子了啊 ，Let's go。好，我们来当虾子哇！旁边这虾子比我大只，哇塞！哦，应该是按住蓄气攻击，41耶！哇塞，伤害好高哦！天哪，打啦！嘿嘿，马上晕掉，而且我的攻击是显示拳头的那个动作。哎，你把它吃了，那我吃什么？让我打自己人哦！哎，然后游泳的方式好屌哦！就这样子，原来是蓄气攻击300%哦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哦。那边有鱼，哎，那边有大只的鱼，我们千万不要靠近，非常的危险。螃蟹 ，good good， 哎呦，两下就解决了，攻击超高的，哎，我的天啊，怎么可以这么硬啊？不是这么硬，攻击可以这么高啊？天啊，吓死人了！哇，快跑啊，大鲨鱼！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我不好吃，好不好？我现在非常的不好吃。那我们来偷吃一下，偷吃一下人家标的剩菜剩饭。哦，这么酷！哎哎哎，干什么东西？哇哇哇！我被咬了！来啊！哎哎哎，干什么？揍死你嘞！我打死你！打死你！哎，好爽、啊！嘿嘿嘿！我要打死你这小王八蛋！滚！好像在推他这样子，快点先吃再说。啊，靠背都掉下去了，这个鱼我要了。哎，说真的，用咒的还会一直移动，其实也不太好抓。你看，好像在打拳一样。打拳，哎，有了，变成肉了。靠背啦，我的 ，Oh my gosh， 加吃三小哦，哦，啊。我要死了，对不起大家，对不起大家啊！同类打就会怎样？只是同类打，同类不能打。哎、欸，三叶虫，滚！妈的！哎哎哎！哇，三叶虫会攻击，我会不会死掉啊？哎、欸，不想他死了，落落落落落！哇，吃了吃了，加好少哦，讲真的，加不够多。啊，我现在等级一，哎、欸，这是死掉了吗？这死掉怎么眼睛还会动来动去啊？装死哦，原来这会装死之术哦。难道说这个皮皮虾有装死的功能？只是我没有发觉，隐藏技能有没有？隐藏技能，哎、欸，这海星我要了、哦，你们那边谁不要在那边乱来哦，揍人哦！快点，哇，那几些喵哥太可怕了！我们到了哪里？怎么这里这么多可怕的生物啊？那是鲨鱼吗？还是大鲶鱼？我等级5嘞，水哦，水哦，哇！要求金酸，太可怕了。我们小小的生物还是在细缝中求生存好了，好不好？不要来追我，拜托，求求你！哦啊，这次有什么隐藏彩蛋之类的吗？有没有那种就是啊、哦，拿到什么东西我会进化成？哦，异变的暴鲤龙，哎、欸，干什么东西？想要吃是不是？先经过我这一拳吧。啊，你能承受我5-6拳活下来，再给你吃也不迟。往更深的地方前进，未知的海域。结果有这么超大一只在那边，我在想我要不要过去啊？全部都在这边苟延残喘。不能打自己同类，帮我找打。
这家伙卡住了，我在想我要不要直接把他捞死，你看他超笨的。啊，完了，对不起哈，我只是想说跟你拍拍肩膀，跟你讲说，哎，先生需要帮忙吗？然后你就这样转一个华丽转身把我撸死了。啊，老头呢要玩一下我们这只最基本的螃蟹，就决定了，还是当螃蟹感觉比较好啊。我是一只小螃蟹，咿呀咿呀哟啊！不要吃我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。啊，这螃蟹没什么特殊能力。啊，我们升到十等级就可以解锁螃蟹王了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这边算是浅滩呢，浅滩好多小鲨鱼哦。快点，快快跑，快跑！不要去生啊！救命！救命！别！我不好吃，我不好吃。你去吃其他人，不要吃我哦！我超级难吃的。这边好多螃蟹哦，这么多螃蟹在跑，那就只撸我一个，这样不太对吧？食物，我看到食物了，可是我是螃蟹，我跳不到，表示想哭。算了，不管了，赶快练到十等啊！哇，十等，快点那个十等，我要十等。哦，这些一块，这些鱼要不要吃掉？快跑！冲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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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我们要到这边来了。他这张图感觉挺小的，并没有说很大，一直不断在这周遭徘徊。对啊，一直在这周遭徘徊。不过这边有食物，我可以。哎，动啊，大哥！不要那边三不五时卡吧。食物，食物经验值，食物，等级二了。等级二了，我们试试看等级十能不能解锁啊？我看到有观众留言说等级三十，我觉得应该不是等级三十吧？那个解锁条件那边都已经说明了，等级十就可以了。对啊，应该不是我眼睛有问题吧？干我的 ，God 啊，受不了！懦弱强食的世界。当你手脚变慢的时候，就是准备迎来死亡的开始。哦，懦弱强食。好了，那边有只跳跳虾，不是白痴，我先走了。不要，快跑，快点，让我死等吧！哎呦，这些鱼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死掉的螃蟹，哦，就佛心的，欸，你吃屁，那我的，不是死掉螃蟹，死掉的龙虾，一个紧张。就直接讲死掉的螃蟹啊，不是一个兴奋，就直接讲死掉的螃蟹。哦，这边的鱼应该不会攻击我嘛？我看起来这么可爱，忍心攻击我这个啊细缝中求生存的弱者吗？嘎，不要啊！你们吃什么东西？我的，啊，我那么可爱，你能不能跟我抢食物？这样不太对吧？我们现在差六等，我们现在差六等，你下面这个。哦，这边这边这边，啊嘶！螃蟹被吃掉了，可恶！居然跟这么可爱的我抢食物，你们良心不会遭受到谴责吗？真的是有眼不识泰山，都眼瞎了。哎，欸，有眼不识泰山好像不是这样用的，欸，那算了，不管了，我爽。哇，又是你啊！一口把我吃掉的，啊，快跑，啊！这实在太可怕了。那个到底是什么鱼啊？邓氏鱼，那样子好像邓氏鱼哦，该不会真的是邓氏鱼吧？哎呦喂，什么东西？食人鱼，食人鱼，食人鱼，食人鱼。怎么这里会是有食人鱼？我先跑了，我们又回来了。嗨，螃蟹你好，有没有需要帮忙的？看来是没有的样子。欸，没夹到，试看可不可以夹那个夹这只小只的，快点给我鱼肉！我们就像丧尸一般的疯狂的想要吃肉，给我吃！哎，欸，可以，三叶虫，我的，敢吃屁呀，啊！我要升级呀，啊！拜托，让我升！哎，欸，It's me！ 好，加油，去打他，
是我的。想干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哎、欸、嘿嘿，吃不到了哦，笑你，我先走了。等一下，那螃蟹很生气，把石板还来。没有啦，不是石板，把食物还来。啊，抱歉，在我肚子里面了，呵呵，你吃不到哦，先哭，先笑一波。哦，哎、欸，结果我们现在选择螃蟹，然后这里的金币都不见了。啊，看来那个金币只是用于海盗蟹。我们一般的螃蟹是不会有这个，算是一个彩蛋的东西吧，不会有，不会有啊！干，好好好，哎、欸、嘿，这边这边这边，快点快点快点，七等了七等了，怎么做吸两口而已啊？其他东西掉下去了，快点快点快！赶快解锁螃蟹之王啊！那我上去快点。嗯，啊有了，吃，不要经验值八等了，差两等差两等。我、哦、这边超安全的、欸，这边是超安全的。没有什么敌人，哇，还这么丰盛，好爽哦！啊，我的食物，别跑！来吃，久等了，耶、yeah, ，差一点点，前面那几坨吃完，应该差不多了啦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哦，然后你们现在所看到的老头现在在爬墙壁啊，哦，绝对不会是哦陆地，这是墙壁，知道吗？这是墙壁啊！螃蟹会爬墙，它的能力就是爬墙，摇。哦耶！你看螃蟹王还在那边三十等，明明十等就可以解锁螃蟹王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已经解锁完毕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呢要去看一下螃蟹王长什么样子。哦，大概就这个样子。好吧，我觉得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了，卖个关子，下一集呢我们再来玩我们的螃蟹王，好不好？哦，反正呢，就这个玩完应该是没有新的生物了啦。螃蟹模式应该就差不多这样子了。之后呢，应该开始会往浅海，然后深海，可能再是更深的海域去稍微做个探险吧。好吧，那么今天先到这啦。如果喜欢我片呢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啊，深海大猎杀再见面了，拜拜。